等下会要求说要一样。我们就三个一样的白送的。你打出去，你不要。怎么出去？你们每次还没说出去。从早到晚就跟你说厨房，叫你不要进来。你现在是外场的。好，不要吵架，不要。你进来厨房干嘛？那外场我就没有事情做嘛。那关我屁事哦。没有，不是。你去收这个。你们这一直叫我出去。你先去收这个。但是为什么会只有一？没有橘色的盘子了。刚刚橘色没有 check 过吗？我刚刚就一直在问你们，你们就说不要弄。你们两个不是说不要进来啦？没事，我们已经弄好了，我们两个弄就好了。你们不要急，我们两个弄好了，你们不用急哦。好，把门关起来啦，不要进来啦。没事没事，不要紧张。不是啊，他还是就是要，他就等下会要求说要一样。我们就三个一样的白送的。你打出去，你不要。怎么出去？你们每次还没说出去。连在这里跟你们讲事情，我们都这样出去出去。不是啊，里面就没有你的事情啊。不是，我在跟你们说，他们就是要白色盘子。啊，我们已经准备好白色三个盘子了。不是，现在另外一桌要橘色三个盘子。没有橘色三个盘子，我们这个盘子。那给他讲，我们就没有嘛。从早到晚就跟你说厨房，叫你不要进来。你现在是外场的。好，不要吵架，不要。你进来厨房干嘛？那外场我就没有事情做嘛。那关我屁事哦。没有，不是，你去收这个。你们这一直叫我出去。你先去收这个，先完成东西啊，快点啦。啊！我一直在做事情，你们叫我出去出去。不是你要做东西啊！里面声音好大啊！哇，你的毛毯会不会？这会不会地毯给你？这对，你们好像在吵架。好，再吵起来。哎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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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需要去关心吗？千万不要去，千万不要去。这每个厨房有他自己的。嗯。没有，我们要。包包什么准备好？你不要盖毛毯了，我们随时要撤。因为我很不喜欢别人叫我出去，所以我心里就觉得有一点不舒服。客人真的蛮，客人真的蛮可怕的。然后我只是想说，我想要做到那个好的。服务，然后给他一样的盘子，就是这么单纯。你一直忙东忙西，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啊？但明明就是在等待可以被指派的时候，你现在又在忙东忙西。但最重要的东西要先把它弄好嘛。你一直在动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你要干嘛啦。那你们不要每次都叫人家出去出去。不是你一直在动。先等一下，没关系。那你们在急的时候也是在急啊，因为我们是在看状况的啊。那我也是看了状况，我回来跟你们说啊。那没有盘子就说没有盘子，我后面的人就可以来处理了嘛。你们的情绪搁摆在心里面，我们现在在做生意，客人已经觉得你们很烦了，所以嘴巴给我闭起来。